好漂亮呀！来了。哎，你要不回去？不回去。过两天再过来。那月月来，月月给他点猪蹄吧。给奶奶不回去吧，再。好了，我们要开的。好，回家了，你们坐好啊。你坐车就睡觉。好吧，到家了，下车了。跟姐姐玩了。好子。睡那么香，一下子。好子。刚刚也做检查的事，他又不睡哈。嗯，没事了，我觉得他今天应该没什么问题了，他只是说头不痛了，可能刚刚摔的时候有点痛嘛。喊婶婶。怎么啊？懵了？吃饭了吗？你们？我吃了，你看看吧。好。吃的那么沉呢？啊，来你，还要坐车是吧？哎，死，还要坐车你啊？在这里睡得很舒服是吧，哈子？那起来吧，去看姐姐好吧？我们拆包裹了，我们去把姐姐的漂亮裙子拿下来，你去拿快递给他们好不好？跟妈妈一起去了，快点，来了，来了。好了，你睡，我走了啊。因为这个给轩轩涵涵买的裙子，我看一下。轩轩说的，他就那个揭开的裙子就是。赶快来试穿一下，看一下尺码对不对？快来喽！他们跟小朋友玩的乐里。是哪一个？也是你们的那个期待啊。那你要自己拆哈。加油加油，拆得开吗你？拆开了。然后这个是就喜欢拆那个惊喜是吧？哇，试一下吗？是这样。哎，这个可以。嗯，那粉色的岂不是就是那个广告啊？哦，你去房间里。买了同款的。如果是粉，等下又说不一样。如果是粉红色的话，那么就刚好配我的那个什么了。这是白色的哦，裙子是紫色的。穿好了吗？两个姐妹花。可以，刚刚好。那个红绸袜子也可以啊，如果要跳舞的话，就穿着这个丝袜。可以了，找到了呀。这是婶婶给你买的新衣服，拿给妈妈给你试穿一下，好吗？谢谢婶婶。那明天就要穿了。下雨了，你今天洗了干不了。我看一下妹妹的衣服咋穿。迫不及待要穿了。这是哥哥的吧？哎呀，这是哥哥的，一套嘛，还有棉。然后那个是这里，那个裙子。好漂亮呀，好鲜艳的，红色。拉走了直接。老板又穿嘛？你看我们老家一下就冷，一下就热啊。可以，这个蛮漂亮的。新衣服啊？你看他也穿的新衣服了，可以。明天就挂着成抓起去给你开个夹子，好漂亮哦！来，给我夹一个，夹后面的嘛。夹头发，夹长头发，夹后面。我们试一下婶婶给你买的裙子，好不好？月月，过来。月月，要不要穿？我要。哎，我要。那我们进去。哇，现在那个口子好清晰啊！我们进去试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那就比一下好不好？穿一下吧，爷爷穿一下吧。啊，穿一下，穿个爸爸看一下。好漂亮呀！哎呦，可以跳舞了，这在。漂亮，好漂亮的小公主。好漂亮呀！小美女你好呀，喜欢吗？喜不喜欢？来，慢点走，看着路。好吧。
谢谢婶婶了。谢谢婶婶了。慢点慢点。前右前，冰糖葫芦甜又甜。圆圆，你把衣服收起来。那个是哥哥的啦。哎，就你说他是哥哥的，他自己有一件，他说他是妹妹的。他知道啊，这种他分得清。厉害了哈！快，你要拿出来呀、啊！还知道这件是他的。你要穿吗？要收起来是吧？嗯，收起来啊！要跟哥哥的分开了。哎呦，不能，你再穿，你谢谢婶婶。谢谢婶婶，他之前谢过一次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家月月。给妈妈，给妈妈。这小机灵鬼。我的。你先收起来，等我穿嘛。不要抢啊！快点，妈妈给你收起来了。没有，我的妈，这么宝贝啊！不要跑了。